Восточный край, хотелось бы заснять на два видеорегистратора. Природа. Ну и все с этим связанное.
проветривать салон. Птицы, я не знаю, как они называются, ястребы, соколы или как еще, какие бывают хищные. Не хищники, а плотоядные. Бежевый и синий.
за поворотом, по всей вероятности, пойдет на обгон. Если есть место, я ему уступлю.
这么跟大家讲，红酒的度数还是要看一看，这也是鉴别红酒品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哈。红酒的度数低的不一定是差酒，但是呢，度数高的基本上都是好酒。咱平时现在喝的大部分的度数应该是13度，13.5度的是比较多的。咱们红酒的度数是14度，所以口感会要更好一点。当然的话，像我。
说的十四度的也是比较稀少的，大家想要喝的话还是在节目里团要更合适一点啊，因为市面上像我说你在商场里面可能498块钱，但不一定赶到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买这个酒，平时买的话价格也不会太便宜，大概都是要几百块钱一支。咱这红酒买回去自己用这个智能手机去扫它的二维码啊，价格会出现的，一支酒要将近1000元的，还是很贵的。节目里限时限量的抢购，直播时间已经过去21分钟了，我们是买一箱送一箱，到手是2箱12瓶498啊，一瓶的话就几十块钱，但这酒还是老样子。啊，是的，品质是非常值得考验的。建议大家，如果说心动的话，可以去尝一尝、品一品，毕竟呢，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啊。然后呢，咱这498买完12瓶，我觉得满意的话就下回多买点，不满意的话你下回不买也行，也喝不了多少，是不是？对，就像我说的，这酒你买回去你自己喝吧，就是几十块钱，咱喝到是法国干红，您自己算这性价比是吧？亏不了的，真的亏不了，你只能是赚，不可能亏的。是的，而且的话，像我说这个。这个酒觉得好喝，以后真的可以再来，但是再有没有这样的活动不一定、啊、哎，是的，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会，用非常实惠的价格来品鉴一下非常高品质的法国原瓶原装的红酒了啊！热线0451-8289-2288，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的团购当中。下一位呢是6号线的薛先生，你好，薛先生。你好。要订红酒。啊，我想订，再给我订3瓶红酒。之前在我们节目里买过东西吗？就买过这红酒是吗，薛先生？您是复购的？对，我那个前段时间我就订了一个的。啊、你要多说我朋友一号，挺满意的。以前买的那些红酒啥的吧，还强多了。强多了。那之前，就像我说之前的时候，大家去买红酒，价格是差异比较大。你几千块钱的，咱也不是咱居家用酒，对不对？那么贵的东西是吧？咱要是喝个200-300块钱一瓶的，也比咱们就是怎么说呢？也比您在市面上买要更合适一点。然后口感像我说，您都可以对比一下的啊。哎，这个它不是的吧？它也不是。是吧？不怎么扎口，就是好的葡萄酒的一种品质。它比较圆润，入口喝起来的话，像我说比较舒服，比较顶劲啊。等电话。哎，好的。好嘞，感谢您的支持啊！订购成功，我们再见啊！3号线欢迎谭女士，你好，谭女士，你好。你好，要订红酒。是。嗯，来一组是吧？两组是送一箱啊。我是买一箱送一箱，买两人送2箱的。之前参团购吗？买过吗？没有，这是头一回哈。嗯，是。可以的，准备过节来用的。啊，对。好，等电话，然后也是新验货再给他钱啊。哎、嗯，好，谢谢。订购成功，再见。0451-8289-2288，3号线欢迎徐女士。对呀。你好，徐女士。这是我先。来一组红酒是吗？能听见。来一组，稍微有一点吵啊，给您留下了。大哥，刚才在开车路上听到的。啊，是这样是吧？然后您等电话，然后也是给您送货上门的啊。你好，好嘞，女士啊，给您留下了。订购成功了，回头等电话就可以了啊，为您免费包邮到家，货到付款。热线继续为您敞开，目前还有点空线啊，0451-8289-2288，2号线欢迎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你好。是您要订红酒？对，我要订。订一箱，我们今天是活动，是买一箱送一箱，拿到手就是2箱了啊！但是只需要花1箱的价格，498就可以了啊。嗯，好的，谢谢。好嘞，不客气，感谢你，我们再见啊。是的，这个红酒其实大家应该感受到我们节目的热情了。像我说，接到直播间真的只是仅仅的一小部分。是的，我们现在场外电话非常多。因为一个是像我们说，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是不允许售价，这一点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全省的朋友都在这个共同关注着，对，而且是非常正规的一个平台。当然，就大家买的就是一个放心和踏实，对不对？是。而且刚我们也教给大家这红酒怎么去鉴别哈，回到家里都去先验货，然后呢看到这个酒了，你想想，大家买回去2箱的红酒有破损，都是包赔、包退、包换的，这一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就看这个酒您喜不喜欢。来自于法国波尔多产区原瓶原装进口的干红，是法国4个红酒等级当中的最高级别了，就是 AOC 的级别，是用赤霞珠的葡萄进行酿制的，并且是14度的酒精的度数，然后每一瓶呢是750毫升标准的大瓶容量的，大家买。
出去，您按照整个刚刚我跟大家简单做介绍的时候，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啊，都是货到之后再付款，两箱到手是498元，在节目期间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在过节的时候酒水是一定少不了的，是，不管是跟自己家里人在一起吃个饭啊，嗯，你可能需要小喝一点，有的时候咱们说无酒不成席，是的，少喝一点还是挺好的。我们家邻居的女儿，大女儿，然后是这个过生日，哦，应该是10岁左右吧，哦，然后她的小那个小伙伴们和家长都来了，哦，是在那个他们家门口那个小院当中布置特别好看，气球，然后有这个蛋糕塔，还有一个餐桌当间就放了2瓶红酒，嗯，然后旁边还有酒水架，就感觉氛围特别的好，也真的很高级哈，啊，就是那种布置的过程吧，心态就会很好，嗯，虽然说没有特别华丽的那种感觉，但是很温馨，而且就觉得有品质用心了，对，就感觉想在那儿来好好的参加到这个 party 当中，是吧，很懂生活，对，所以红酒是可以调节大家这个情绪的，对吧，对，我们说就是喝红酒是很浪漫，而且红酒的话我们说很多情，喝起来的感觉。Я не знаю, как изменилась сейчас ситуация со связью здесь. Но когда я давно ехал 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Москва... Я одно слово понял, не хау.小喝一点，有的时候咱们
说无酒不成席，对吧？少喝一点还是挺好的。我们家邻居的女儿，大女儿，然后是这个过生日，应该是10岁左右吧。然后她的小那个小伙伴们和家长都来了，是在那个他们家门口那个小院当中，就特别好看，气球，然后有这个蛋糕塔，还有一个餐桌当间就放了2瓶红酒，然后旁边还有酒水架，就感觉氛围特别的好，也真的很高级。就是那种布置的过程吧，心态就会很好。虽然说没有特别华丽的那种感觉，但是很温馨，而且就觉得有品质、用心了。对，就感觉想在那儿来好好的参加到这个 party 当中，是吧？很懂生活。对，所以红酒是可以调节大家这个情绪的，对吧？我们说就是喝红酒是很浪漫，而且红酒的话不是很多情。Я не знаю, как изменилась сейчас ситуация со связью здесь, но когда я давно ехал 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Москва, связь была, но ушлые ребята, они такие бабки снимали, Китай перехватывал... звонок, тут никого из операторов наших не было. Перехватывал звонок, но выставлял такие цены, снимал такие деньги. Так, тут был дождик, видимо. Фура сидит. Поэтому варьировать скоростью не буду.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ю. Увеличивать, замедлять, это ставит его в тупик. Он не будет знать, с какой скоростью я двигаюсь. И сложно будет обогнать. Ну вот, дождь.
нет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й. На датакаве, в экспозиции можно у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как вручную, так и в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м режиме. Погоды.
северном полюсе минус 40. На южном полюсе минус 50. На остальн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безоблачно. Вот такие были анекдоты. Красивое ущелье. Так, надо поменьше скорости сделать. Остановите в этот момент видео, кто смотрит боковую камеру.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будут. По идее, нужно ставить 4 камеры. Фронтальной, тыльной и боковыми камерами двумя, потому что красота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окружает. Поездок ничего не помнят из этого. Просто смотрел на дорогу, был другими мыслями занят.
холмы высокие, холмы или горы.原装进口的吧，对，就是一扫码，因为它价格是有底线的，我觉得也不用送太多，除非真的特别贵重的朋友，你直接送他一箱就可以了。嗯，如果要是说关系还不错，然后你就直接送两瓶，我觉得足够了。大家在外面买的礼袋没多少钱，因为咱们一定是想让大家拿到最低的价格。你说如果在家或者家的时候比较低价的，如果大家再买就挺不划算就合适了，是的，所以大家自己在外面配就行了，就是把我们的成本最大的压缩掉，能把我能给的都给大家了，能给的真的都是给了，而且起瓶器哈，就是开酒器，在我们瓶在我们箱子当中是给大家放的，大家回到家里面去找一找啊，因为这个没多少钱，但是我们是额外在外面给大家采购了几半只的，给大家装到箱子里，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意，就避免大家自己买回到家里面之后自己还要再去现买。嗯，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酒哈，还是遇到保质的事儿，还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嗯，回到家里面看整个瓶身的背标，它会贴有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字样。这个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么简单，是不是商家说贴就贴？那是不可能的。多几个多十公里，那是违法的。第二个来说，看整个商品的防伪条形码啊，这个条形码就是大家去超市结账的时候，售货员会扫的那个东西，叮一响，你就可能要付钱了，直接就结账的那个东西。条形码每个国家是有每个国家的国际代码的，法国的区间是前三个数字，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3008到379之间，你只需要看前三位数字就可以了。咱们这红酒是376开头的，这红酒呢是2019年的，所以说到现在已经2年多的时间，大家再去说，那个是它的品质、口感、味道都足够了。我觉得买回去性价比超级高。咱们今天跟大家提供的红酒，正常的话是一个单支价格的，就大家能买得到的瓶装里面一箱就是1288元，你就算一瓶的话，大概就要200大，这样咱们买三瓶木的，418买一箱送一箱，一次就能买到2300，咱一瓶够，如果再加2箱12瓶，实惠，真的是天经的买实惠的，家。而且主要这酒还是在我们厂跟大家保证保证品质哈，套路比较少了，请大家直播时间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状态，要抓紧了哈。是的，倒计时节目还有最后的15分钟，能马上来尝鲜啊！现在优惠力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真的是非常实惠了。我觉得无论是送亲友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喝啊，对，0451-8289-2288-8289-2288，请来欢迎下一位3号线孟女士。你好，孟女士。哎，你好。你好，来一组红酒。啊，对。嗯，平时会自己喝一点吗？这把壶就是准备自己喝的吗？啊，对，自己喝。啊，平时也会经常喝一点红酒。啊，对，之前喝一点。啊，之前喝一点，因为外甥可能快啊，可能有点难，那个喝的是。啊，对。对，我前两年是开始喝酒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那时候压力比较大，然后状态特别不好。后来我朋友说你喝点红酒，你感受一下，我就觉得这个习惯挺好，给您留下啊。喜欢多喝一点酒啊，聊聊天。后来可能女士就已经撤桌了，是在旁边聊点家常。其实我们也是想多跟大家交流感情，但是发现啤酒白酒真的是喝不进去。喝不进去。如果说都改成红酒的话，可能这个整体的家庭氛围会更加的融合了。没错没错，而且红酒的话，就是像我说，它不像白酒那么烈，也不像啤酒那么灌醉胀醉的感觉啊。其实喝一点红酒还是比较好的。红豆酒啊，是碱性的酒，是那种比较酒体大的。酸性的品质，喝点红酒还好，好在哪儿呢？葡萄多酚啊，白藜芦醇啊，包括多种的维生素啊，其实在葡萄当中，葡萄酒当中其实是有限的。嗯，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健康的酒水哈、但是还是不管是什么酒，都不要太喝太多，不要贪杯，每天喝一点点还是很有很大的好处的。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进行分享的红酒是来自于法国的干红，纯进口的，100%保真。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客服要这个进进口后的海关报关单啊。现在潮的电话特别多，还有20几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时间倒计时10几分钟了，是的，再不抢就真的容易抢不到了，给您送不过去。您是不是觉得挺遗憾的？平时要如果说真的是家里来客人来个请儿，咱七大姑八大姨
194 наконец-то появилось. Меньше 200 километров. Вот место для ночевки. Восток. Очень много машин, и больших, и маленьких. То есть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для ночевки есть. Движение на запад.
正常的情况下一箱要1000多，你想两箱就要2000多，咱不按照这个价格比，您在市面上您去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干红，是不是一瓶也最起码要200-300块钱？嗯，平时498可能只能买回家2瓶，咱今天带走的是2箱，可能比平时要多个10瓶9瓶的还是合适，而且还像我说，节目在我们这样一个公众平台，大家买的就是一个放心和安心，这个酒原汁原料，不存在任何勾兑啊，所以买回去自己去鉴别品质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吧。是的，时间很紧张，今天大概还有最后的6-7分钟时间，节目就结束了啊，马上来抢现节送我优惠的名额，045182892288，请来接线，2号线是郭先生，你好，郭先生，哎，嗯，来一组红酒，对，来一组红酒，嗯，可以的，第一次上口吗？对，第一次。第一次买回去，咱们就互相认识一下，看一下这个酒行不行了啊？哎，等电话。好嘞，别给我联络，再见啊！欢迎1号线的苏先生，你好，苏先生，你好。哎，你好。是您要订红酒？我想再订两种红酒。先生之前买过是吧？这红酒也。买过，我经常喝。经常喝是吧？经常喝，经常过了。我想问一下，咱们这红酒是法国
улица 99К-13 или R-запутался. 297. Это, по-моему, поворот будет на Биробиджан. Дорога будет с таким названием. 99К-13. Это съезд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трассы.